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日咧就要同大家一齐玩呢个食碗啦。咁今日咧就系整呢个糖嘅咧，咁佢就有蜜瓜味啦，呢、這个菠萝味啦，同埋呢个波子水味嘅。咁我哋而家就开咗佢个包装嚟睇先。其实我啱啱自己立嗰啲步骤，我系唔识整嘅咯。佢入面咧就有一个咁样嘅盘啦，之后就有一个咁样嘅兜啦，有啲窿窿咁样啦，跟住就有个搅嘅嘢啦，最后就有呢几包粉啦，咁就有粉红色啦、蓝色、黄色同埋绿色。首先咧就要剪开呢一个滗水嘅位啦，我哋依家就可以落呢包大包嘅粉红色粉啦，之后咧就落两斤水啦，危险啊，觉得啊，我有少少应该唔紧要嘅，之后咧就搞啦。依家咧应该咧就系要将佢哋咁样啦，咁放完之后咧就要落翻呢啲嘅细包嘅粉啦，有呢个蜜瓜味嘅。你咁样揿啦，应该就然之后摇啦，乱揿乱揿，好奇怪，然之后摇啊，好奇怪喎、哦，一打高，我、哦、就咁样之后吸晒，算好得咁样咧，冇晒，咁就差咗20蚊啦。呢一个咧就是我哋啱啱整嘅糖啦，咁我就试咗个波子嘅水味先，佢就系一啲波子汽水嘅。之后就系试哈密瓜味，哈密瓜味比我想象中好味嘅，虽然都系好甜。我觉得菠萝系最好味嘅，几特别咯嗰只味。呢个系我细佬咧，咁咧我去到会帮我试食呢个，呢个系哈密瓜味，味住可乐糖嘅味，可乐糖嘅味咯。喂，哈密瓜味嚟咯呢个，可乐糖嘅质感，哈密瓜嘅味。你觉得好唔好味啊？值唔值得购买啊？还可以啊。好啦，拜拜。咁我哋食晒啦，因为去到20蚊冇理由唔食噶嘛。玩完之后，咁就系啦。咁今条片系咁多啦，希望大家会中意啦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Thanks for watching。